国小号称桃园以南最大的国小，而南洋国小最大的校队社团南洋管乐，即在106年2月12日欢庆20周年。创团，民国86年，陈忠秀校长交由汪忠义老师创立本团，迄今由洪丽娟老师、张浩明老师和玉芳老师进行基础指导及团员训练。周三由外聘老师进行分部指导，指挥郑炫炫老师进行合奏练习。茁壮，管乐团在历届校长以及现任校长杨朝明先生的鼎力支持以及后援会的付出之下，团员学习进取，在学校各项典礼担任乐队，主动至市府、社区、医院义演，与他校交流，充实演奏经验，增进音乐表现能力，将美好音乐散播到各个角落，回馈各界的肯定和支持。成果，管乐团于民国88年在涂志贤老师的指导下，第一次参加台湾省音乐比赛及荣获优等。98学年度起，特聘郑顺胜老师担任乐团指挥，近年内连续4年获得全国音乐比赛中区特优第一。圆一个音乐的美梦，南洋管乐团或许没有世界级大师，没有一流舞台，但这里有热诚的老师，温馨的乐室，大家一起寻梦、逐梦、圆梦，为建立一个美好的音乐国度而努力着。期许我们和孩子都能因为音乐而懂得欣赏生命。让管乐走出礼堂，走向偏乡。自101年起，在时任后援会长何桂芬女士的肯定与支持下进行管乐下乡，将每年的学校交流定位成饶富深意的文化交流、音乐交流、城乡交流，借由南洋管乐优异的管乐演出，带给全国各地偏乡儿童不同的音乐体验，也让本校学生看见台湾各地特色小学，体验不同文化。至今已深入南投仁爱国小、屏东太武国小、台东新园国小、时尚国中电光国小、桃园罗浮国小、屏东黎明国小、高雄燕巢国小尖山分校等偏乡学校，今年将北上至新北市乌来区偏远学校。南洋管乐20年来从草创到茁壮，历年来不断缴出亮眼傲人的成绩单，如今已经是丰原地区中小学的指标性音乐社团，这要感谢地方各界好友的爱护和长官的提携，乐团老师、家长、同学也本着感恩与回馈心情，继续不停地充实自我，追求卓越，希望能投入永远。